就是从去年有一些结交的好姐妹这样子，然后大家都给予祝福，真的很感动。然后他们都很想，就是都是其实私下我们都有联系，都有告诉我说，其实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他们可以的话，他们一定会来跟要来参与。对啊，然后包含一定会在里面。不是他们，他们有自己报名。不好说，有人自己报名的吗？自己当家宾。有啊。哦，很多。黄阿磊就报名说他想他说他的梦想就是要来我是 Twins 阿娇阿嫂的演唱会当特别嘉宾，他到昨天都还在我们群组这样说。你说他人生的梦想？对，他就拉着谨言说，我们的梦想就是要去参加，就要去当他们演唱会的嘉宾这样。然后我跟他叫他嫂，然后真的有回。也不是不回啦，应该是我看一下有没有回，我看一下有没有，其实你们是已读不回啊。没有啊，我今天跟黄晓蕾还有讯息啊。但没有回他嘉宾，没有回，就跳过那一题，跳过嘉宾那一题。有机会啦。